大家好，我叫僵尸哥，我今天带你们去看一个在深圳平湖这里睡了10年的大神，他是怎么过日子的，他是靠什么维持生活的。走，等一下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地方，他差不多在这里睡了10年了。以前我在美固厂的时候都看到他一直在这个地方睡觉，从来没有做过事，不知道别人靠什么维持生活的，一样的过得很潇洒，天天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。这个床就是他睡觉用的，还有一个小板凳，看起来这个家具还是蛮齐全的。刚才去拍视频的时候他没在这个地方，这里就是他做饭的地方，都是用的柴来做的饭，这样烧出来的饭还是很香的。这个应该是他喝的酒，你看一下喝了多少酒啊，多少酒瓶子啊。别人一样不上班不做事，一样过上美滋滋的日子。